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我是杨丽。今天我们的游戏叫做边玩边乐叠叠乐智力问答。智力问答，你看你这个智力，已经出结果了。这个智力问答，说出三首最近喜欢听的歌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然后伤心太平洋，然后一场游戏一场梦。用一句话形容一下自己本场的段子。嗯，真不错。我形容一下我本场段子，我本场段子就是大共鸣，大观察，大笑点，大起和大落，三大表演。三大表演。哎呦呵，我这有问题了。你很害怕的动物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很害怕的是蛇。蛇啊？为什么呢？吓人，好。说出一个本季中印象深刻的对方的段子。笨猪，大笨猪。你说自己想的有趣了。好了，那个是小北帮我想的，很难演。你现在演一遍正版的，你演一遍正版的。为什么正版呢？外面都是大雨，不要往外面跑了。笨猪，大笨猪。惩罚太少了，大家的只成一个这个可爱三连拍。来，你来吧，好想看杨丽可爱三连拍啊！我今年的愿望就是看杨丽可爱三连拍。好好，我拍，我拍，来。好难受啊！快！怎么来了个难受三连拍？行，那今天我们的游戏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